我现在呢，用我的手机来录给大家听，OK？很忙碌我要控制，哎呦呀，我要控制台，然后我还要兼顾这个摄影机，哎呦呀，二次跌倒。来看看，OK，有圣经，圣经这时候最好了，对吧？它随时随地都很好 ，OK，这样子好不好？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一直出球。好的，来吧。我刚刚已经忘记开麦克风两次刚刚说到呢，春假是什么时候呢？我的音乐现在没有了，所以再一次。刚好没有，是第二首。好，再来。4月份的春节，春。对，你看我旁边还有帮我加油的小帮手，耶！他是躁郁，听一下，音乐会不会太大声？很可惜哦，我耳机里面才听得到声音，你们听不到。可是你们听得到现场的现声。在呢是一位牧师，然后后面这个他背有景带是领教会，然后带那领种敬拜团，有他小来我们鼓教会啊，这然边后跟我弦们乐感觉非常分享激他在昂。音乐侍奉，在教会里有没有面，很激跟昂？在他的工作上面，觉还得有哇，一些听到见之后证。非来不所以可。呢，如果你只是想跟着要音乐大声，你就会去听对，有音点乐派兴的奋一点。娱乐圈来替神做见证的话呢，这个聚会你非来不可啦！这因个为聚后面会越在讲越激四动，月二真的号吗？到四月三还不号，也就错，是星期一、星期二的晚上7点到10点，可以有个在比赛，就台北晚的上，晚林上。良山庄，我们在那个地方见喽！好，那我们再来听下一首歌吧，来看看是什么歌。来，哎呀，我的歌单，没关系，我们来听，我来听一下。第11首什么？